小新今天来到十八厅的抽抽乐咯，今天来测的是这个。好，请说。在随手的涂鸦刻上我专属密码。五号是 OK， 也算是大礼物，第三个大礼物。高兴吗？咦，是什么？还有，里面还有。咦，可以吗？没有了。所以五号礼物得到这个，这个，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跟你讲，这个。对，这个啊，这个叫做排针，然后把这个毛线上捞捞捞捞捞，我再教你，就会变成一条毛巾，不是毛巾，围巾。围在脖子上，它就会拉拉拉，然后会慢慢的越织越长，越织越长，然后到最后就会变成一条围巾。就我教你啊，以前妈妈都有织围巾送我的吧？对呀、啊，很厉害吧？会变成一条围巾。好了，哇，还有我超喜欢的。好啦，今天的礼物就是这个。好，拜。